整个人疯了，他一整个人都在这样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，然后就看着他一个人在那边，然后宣总心中的猪猪的形象崩塌了。好，下一位。好突如其来啊！我对猪猪的印象嘛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当时已经进化了，已经不是他们心中那个高冷的他。见到我的第一天就是，我就。不行，就这些不能说，这些不能说。啊，秘密，当我没有说，当我没有说，没有说过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就是他会画一个爱心，然后给你，然后还会说“我美吗？”美美。然后接触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就变成了这样。然后上次呢，我们那个爵士老师嘛，来上了一次课，遇到猪猪，然后他就问张小文，他说。你们那个公主怎么啦？原来不是像个公主一样吗？现在怎么像个男的啊？然后张小文描述一下内心感受。我当时就觉得，猪猪从一个这样子的人变成一个哎哟，然后猪猪还说是被我同化了，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话语录，讲完了呀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我问他讲完了吗？突然很断的很那个，就是一开始我觉得猪猪跟我差，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很遥远。我是在二次元，他在四次元。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四次元的人，我们当中隔了两堵墙，然后就很遥远，无法就是跟他感觉是无法理解他的想法。后来变了，也是从他们后来也理解不了。没有，后来理解很多了。自从我发现他竟然玩梦一百开始，梦一，然后他还问我这个该怎么玩，怎么玩？我就说，原来猪猪跟我不是隔着两堵墙，他是半堵。我跟猪猪突然关系变好，也是因为他给我安利了游戏，然后我们的距离就突然拉近了好多。我们从游戏和猪猪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就这样。我们这组 MC 结束，我们请后面的小伙伴们上来。嗯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怎么那么搞笑？嘿嘿嘿嘿。哎，往哪走？往哪走？这是。哎呀，走偏了。看到点点这么激动啊。耶。啊啊，好吧，那我先来讲一下刚开始认识猪猪的时候。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，他喜欢，就是走到一个成员面前，然后就开始各种调戏，什么这种啊，然后就抛抛媚眼啊什么，然后一般大家抛媚眼吗？有，然后一般大家的反应都会是然后但是讲真的典型反应，但是我每次都不买账，其实我们内心都是哼。然后但是张小文重回冷宫吧，重回冷宫吧。张小文是说，他说你越给他反应，他就越来劲，你就来吧。那你们只有被抛媚眼吗？我感觉，对吧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对，他其实很开放的，这个人 open。没有你，因为你除了看日剧，你还会看美剧啊，所以说。这个信息接触有点大。不如你们，我还记得你发给我那个微信的表情，太可怕了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手机也绝对不能落入你们的手里，真的。我的表情包不说话，它太恐怖了，太可怕了。嗯，然后我要说猪猪是我一开始啊，觉得猪猪是个特别难以亲近的人。现在也是啊。啊？现在一直都是啊。现在虽然是个难以亲近的人。什么？现在是一个难以亲近的人，想好再说。虽然现在是很亲近，但是有时候吧，就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他长太美了，你知道，有距离感。就普通人不敢就什么降下什么，哎呀不敢，所以才会觉得产生距离感，对吧？从来不让别人碰他的脸。对，他说因为手上有细菌。每次手刚碰到他脸，他就说你干什么？你想拿手摸我？想都没想都别想，想清楚再动手。对。对，我们运营里面也有一个人，他超级喜欢说我高冷，但是我明明不是一个高的人，对吧？那你不高冷，那你低冷。刚刚那个猪猪用他抛媚眼的眼神给了我一个瞪，哦，好害怕，他回去会不会把我打入冷宫啊？会啊，啊，那么突然，你们俩一起去吧，从来就没有出来过，为什么呢？皇上，我是。爱你的，真的吗？嗯，那你就凭你刚刚那个 OS， 给你个机会，你说吧。皇上嘛，大家看他外表那么的，想好了再说。清
倾国倾城、对，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雁啊，雁东南飞。嗯，皇上呢，就是他经常对我做一些很羞耻的事情。嗯，过程我就不说了。他经常就是这样，然后调戏像我这样，就像这样，类似这样可爱的人，嗯，非可爱的人他不这样。是在借机夸你自己。嗯，好像是这样子啊。打入冷宫，快。已经了，和你一起了呀。啊。为了你啊，有个伴。开心吗、啊？我对你好啊。嗯，冷宫感觉冷宫现在有很多人了。不就你们两个？啊，我以为前面那些都已经打入冷宫了。不，亲了你们的，我直接把他们放出来，然后就你们俩进去吧，挺好的。没关系。你忘了吗？余露还说他是太皇太后呢。哎，这个人有疫病。哦。他连东西都看不清楚。刚刚跳宅女男神的时候，我都被他撞死了，好痛啊！他撞到这里。嗯，是他太结实了。对对对，啊、就是。啊，扯远了。你也是。哦。哎，点点，你说吧。哎呀，算了，放过他吧。啊，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就是皇上的。皇上跳的街舞是芭蕾味儿的，不，我现在已经是了，对，就是一个架子，yes， 是这种感觉。我可以模仿，我会模仿，你要模仿一个。初期的时候跳舞总是和我两个人一起练嘛，然后他就是芭蕾不是上身端正嘛，他就远方传来，对，米晕就是这样，就这样，然后不会侧，然后头也不会动，现在好很多了。嗯，他身体会侧的，就是直着侧，对，就是像有一点钢铁侠那种。就是那种感觉。怎么办？我已经觉得气氛有点不太对了。你们确定要这样吗？现在我们就在黑他。但是现在我要让点点来。对，我来夸你来。其实呢，那个公主在我心中啊，对，她是我心中的公主，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冰雪聪明。那我呢？你们，这个嘛，这个之后再说。我们现在的主角是公主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但是我也要爆一个料哦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们是猪猪的饭的话，就是怎么样他为什么有不好的预感呢？没有，就是他对你说什么样的话你们会感觉很欣慰，就是你能不能帮我拍一张自拍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什么？你曾经就是我帮你拍一张自拍，30分钟过去了，对，是这样，就是，我深有体会，太恐怖了。就是你们可以和他很零距离单独相处的时间，就是帮我拍一张自拍。这光线太暗了，你怎么把我拍那么丑啊？就这样。哎呀，我这边、哎、我上面的，就是一个回事，就是因为时间很追求完美的人，很追求完美，这还不是为了你们吗？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。对，哦、没错，有道理，真是的。今天猪猪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对，今天你生日，今天不是我生日啊？今天怎么样？你说什么呢？我都知道猪猪生日哪一天。你说。我想把蒋真放出来，你一个人待冷宫吧。好，可以了，你们太聒噪了。聒噪。这个风被我也有一点受不了。像我这样低沉一点多好，是不是？是。好。不要听姑姑。没啥吹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让我们继续下一首歌吧。嗯，就是这样。好。是什么来着？是什么来着？Bye.